那除了利用计算的方法，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证明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是180度？那这个方法，各位同学自己可以在家试看看。首先，我这里有一个任意的三角形，它的三个内角分别为角一和角二，还有角三。再来，我制作出另外两个一模一样的三角形，只是一个我用红色来制作，一个我用蓝色来制作。所以现在我有三个一模一样的三角形了，它们的角一都相等，因为都一样，角二也都相等，角三也都相等。再来，我把红色跟蓝色的三角形翻转一下，然后呢，我把它们三个拼在一起，这个时候黑色三角形的内角和角一加角二加角三是不是也跟这个地方角一加角二加角三一模一样大？那我现在拿个量角器来量，我可以发现角一加角二加角三经由量角器的测量结果之后一样是180度。那这个方法各位同学自己可以在家里试看看，你剪出三个一模一样的三角形，不管是什么形状，你把它的三个角编号编好，然后去拼图，都可以把它拼成180度。